庄严。要什么有什么，都是可以变现的，什么都不缺。特别的庄重。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样的。都是阿弥陀佛的样子吗？对，是的。啊，这个特别特别高大呀。嗯，特别大，特别高，特别的雄伟壮丽庄严。池子里面都是珠宝，五光十色的。哦，对。莲花，莲花特别的大，漂亮。哦。我问一下，你是什么众生呀？狐狸呀。哦，你还在极乐世界看到什么了？嗯，还看到什么？有没有观音菩萨呀？有啊。阿弥陀佛讲法呀？有菩萨在讲法吗？他
太多了，讲的啊不同的法呀。啊。你向往那个世界吗？嗯。想去。想去。嗯、特别想去。有胆大的给看一下。我来。你是哪？你是谁呀、啊？往里边扎，往哪里面扎？就往尿里面。往尿里面扎。嗯，就是不让他们上来。是尿地狱呗。像比较轻的地狱是不是？负尿地狱。嗯。现场的同学们有没有吃肉的了？嗯，没有了。没了，吃素好几年了。我们都吃素好几年了。有抽烟的。抽。大家叫抽烟地狱吧。看到了吗？看抽烟是怎么的。看到了吗？黑的呀，太黑了，都看不到啊。测身体是，请问一下，特别呛，出不过来气儿，特别黑。出来，体会到就可以了。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地方长年累月的就会一直在这儿生活了？出不来。就出不来，对不对？嗯，太难了。提升这个抽烟率比这个还酷，这只是。能在大家接受范围之内。现场有师兄还这个愿意，现在你们愿意戒烟不愿意了？愿意。要说话算数。啊，算数。从现在开始不抽了。从现在开始不抽了，肯定不抽了。好的。所以你刚才说的讲的很强，啊，弟弟们就说这个都是大业障。出不过来气儿，就是那种感觉，特别的堵。啊，那个你就是抽烟的时候，抽烟你们作为灵性来说，你们搞的话，抽烟的人身上是不是很多经络就堵着呢？堵，嗯。嗯，然后是抽烟的人，经常是如果是不学佛的话，我还是容易会远离的。这个确实，嗯，还有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黑色的他为什么有啊？谁呀、啊？刚才的那个师兄吗？对呀、啊，黑色的。嗯，是因为是不是因为抽烟啊？不知道呀。